这一棒打成了一个飞球，相当的深远，安打，哇，这可能要清垒了。第一个跑者已经通过了三垒，第二个跑者紧接着在后面，哇，这是一个清垒的二垒安打，结果传一个毫无意义的三垒，也就是说这个彼此啦，那个传达消息的那个过程没有做好。所以现在游击出去转传，二垒就跟上去，跟上去就告诉他这个现在，当然现在是洋将跟本土的哈，有点在沟通默契还不是很好。哇，这一局是崇越准英呢，这一回就是得点圈的发挥就掌握得很好的，连续的四支安打，在这一局密集的有四支安打出现，而且是连三支。哦，所以郑凯文真的也是很值得注意的一位外野手，对，攻守都是兼备的。我王正浩蛮爱注意，刚刚我们看到那个球被打安打，那个球是一个单节曲球，就拿过克，就要球。